这两天呢，武汉的市民都在关注几场特殊的电视直播，电视问政。我们来看一看今年参加电视问政的考生们表现怎么样。首场电视问政，武汉公安交管局局长李顺年第一个上场。节目主持人先带大家观看了名为《善变的红绿灯》的短片。由于紧挨地铁口，这个十字路口人流量大，却一直见不到红绿灯的身影。这个路口的红绿灯干脆玩起了齐步走，一起亮了起来。之后乱穿的电动车，交警贴了罚单又偷偷私下带走，一包烟买通的车检等短片一一播出。随着故事的层层推进，李顺年局长的脸色涨得越来越红，汗也越来越多。4月18日下午4:30，硚口区古田四路轻轨站前，在对违停车辆拍摄完毕后，这名交警将车窗上的罚单撕下带走，整个过程只有30秒钟。警察贴了条子又拿走，你们知不知道？为什么找呢？要上网去查了。对对，这个做法不对。缺德，那贴着贴上去了，你撕掉之后的话，那是不知道的。随后的暗访中，记者发现同样的情景几乎天天都在上演。李局长，您的这些理论，我相信平常在工作当中您跟下面的交警说了不少，今天呢您给全市人民说一说，为什么整改之后又出现了类似的情况？这个说明了我们这个教育，一个是我们的作风方面啊，就是工作作风上面呢还是存在着比较简单的方式。这个短片当中反映出来的呢，我们确实不够光明正大。问政所涉及的三个问题中，致奢侈的满意率为63.7%，社区养老的满意率为53.8%，交通秩序满意率为36.5%。整场考试下来，官员们都坦然，深感汗颜。要想在问政中少流汗，就要在工作中多用心呢。